共读《论语圣训》第一册，第508页。要问问我们自己的心，我做了多少好事，行了多少人道，积了多少福，赔了多少德，养了多少性。如果你有做到，福气就跟着你。如果你的命运一直在乖舛中进行，表示我们在修行这条道路上的功夫还不足，功夫上还不足，要加强。修行办道绝对可以改造命运，要深信而且没有怀疑，那么行出来的道才能达到真诚，真诚可以感天也可以感人，才能真正种下善因。有人说谈恋爱的滋味很甜蜜，一般世俗人幸福美满的感觉不超过3年，情缘就是这么短，甜蜜的开始，痛苦就在后面跟着，只是你体会了没有。白羊修道，为师不是要你不婚不娶，而是你要懂得珍惜自己的姻缘，不要羡慕那些结婚的，他们的苦是你体会不到，他们很难放下也很难修，心性的挂碍太多了，所以要学习羡慕别人的当时，不要只看外表，要各了人世间的情缘，不要越结越深，那苦缘就难断。你没有结婚，不要羡慕人家儿女成群，家大业大。人世间的姻缘流转是很难预料的。你现在所想的，不是你将来可以画出的蓝图，或许适得其反，会更糟糕。所以甜蜜的背后，暗藏着痛苦，痛苦的开始，后面就潜藏着幸福快乐。修道人要明理修行，要看破很多事。你能看得破才能了脱，如果看不破，痛苦就会牵缠着你。